谢吴吉祥同志的分修，还有诸位同志们的祝福一一称呼，还有我们山打哥的朋友，大家晚上好。这是我第二次来山打哥，不过上一次是来玩，所以静悄悄的来。那么今天来到这里，很开心有这个机会能够来。新的机会，让我们的国家。
从相府里面